邮件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先来玩一下魔法，这样。英雄是什么？哇塞！我们要不要先讲手厨啊？我们今天讲游戏的手厨，好，这游戏的手就是这个冰雪女王，然后非常的漂亮。那个看到技能：冰雹、侵蚀、制裁。嗯，这就是他的手厨。我准备跳回来了，然后你再可以去穿戴一下。哦，所以他的手足非常的美哦。还是可以利用冥想去抽一下东西。每日奖励是什么？嗯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站下去。嗯，就跟上集一样，那你就在这边一直去弄经验就可以了。就看你要不要用，我们先把它跳过。烟 K 到死掉吧，逃走没有 XP 积起来。哦对，然后设定可以把震动关掉，如果你们受不了震动的话。我就知道，哎呦，那个打到好痛哦，我的天哪！昨天想要被打败还没办法，今天是怎样？打一下这么痛，巫毒素是吧？双口烙印是吧？原则后面提升到我们身上技能就越来越多。然后死掉就有经验值。哦，所以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攻略啦，就是，这真的也是最后一关吗？可是他那边有介绍写说他有50关呢，这边就可以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跳完就有经验值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魔法就到这里吧，支撑。